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，我都是叫大家不用担心，干，其实我是最担心的。左边，枪化柱，我的甘宁老师好啊，甘宁老师你做得好。刚刚是属于一个没有做出强化复制的一个姿态啊、哦，甘宁老师干得好啊！你还是换一下那个怪物弹珠龙克比较好。怪物弹珠、哦，来用弹珠可以制作强化珠。身为一个平民百姓的骄傲，我决定，我听你，我就是不换怪物弹珠的龙克，好吗？偷换一只提尔有没有？你是有必要这样吗？善用手中卡牌，发挥最大效益。记得各位，没有啦。其实怪物弹珠我是拿来绿的，因为怪物弹珠真的不好用，我自己觉得啊，一波可以，可是要绿珠的话它不好用。还是值得强化指标值。好、哦，没事。等一下，我为什么要选第二当队友啊？不可以三个。我为什么要选提尔当队友？不是啊，我刚只是想说，换只提尔就要换提尔上场。倒数第二次换提尔啊！阿林博阿雷温西啊！好了，反正这队没有参考价值，我就不特别做一个示范了吧？还是有人要看吗？有人要看吗？刚才博加够零，算了，我承认我那个35万灌不在过去。我只是心里想提尔好吗？我不是真的要选提尔。对，为什么选提尔当队友嘞？奇怪了。对，为什么选提尔当队友嘞？我无法了解。对，各位可以知道哈。我今天要下了，好玩。玩呢、啊？好，出技哈。哦，两 combo 看应该可有机会留下一只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威力实在太大了。九被带三只要有点抖，所以前两回合都没打过，感觉就会 GG 哦。没有，刚是属于一个没有出技的现象哦。抖的话是还不至于啦，我个人是这么认为。哦，三 combo 就好。这边。一 combo 送走他，哦，小心不要再做自拍了哦。哦，为什么还要主技？因为我的提尔是没有练过技的。啊呵，啊呵，美锥哥，赞。基友的力量了，带火 BB 哦，没有练啊，我没练火 BB。可以这么漂亮的切开哦，这是属于一个控制天降的一个技术。好，一波高过去哦，各位可以看到。第四，好的。一样，我看一下，丢。停，谢谢。刀下留人哈、哦，这时候留一点你的新珠哈、哦，除非他奶奶留天降哦。有人可以帮我看一下我那一只那个火妖精它是什么能力啊？你说那个克拉拉吗？对，克拉拉它是什么恢复力越低什么什么鬼的、啊？小生命力越低，恢复力越高，最大3.5。
哦，是回复里哦，那就没用啦。就带了一只灭亡的卡牌进来，没有错。哎、欸，因为我们只是要完成成就而已，哦，基本上个人对个人的认知是可以这样碾过去的，好不好？刚刚那一招有看到，各位有看到一样的、哦，一样的态势哦。哦，龙克的亏了，可以在三 combo， 三 combo， 嗯，三 combo。三康宝，不要小看百姓的三康宝，也是一波带走，好吗？好，谢谢林月。嗯，哦，嗯，锁这只哦，没得惊，好不好？啊？什么？耍帅一点了、哦？不行了，不能耍帅，这样就已经很帅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少一康没关系，一波带走。那个什么无视防御啊，还是无视减伤？他无视减伤，我是无视防御，好吧？好，基本上看哪一只攻击力大就留哪一只，好吧？看哪一只 CD 长就留哪一只，好不好？嗯，这只 CD 4，可他二就要扁人了，我想要留 CD 3的这一只，好不好？所以我打这两只，一 combo， 两 combo， 三 combo 就好了，好不好？这个叠珠有点危险，把它切开一点。嗯，话才说毕，马上出手。嗯，运气很好的，苟延残喘的，留了一只打最痛的，对。一万多 CD 3好了，可以接受。好、哦，为什么我要再出技？因为我希望这只再跳起来第二次，对我而言还是有差的哈。看一下，现在是第七关嘛，哈、哦，所以百姓这个转珠是基本上是算是一个配技的部分，技能配得好的话，基本上我其实只有靠头尾，还有这只铁耳三只，哦，注意哦，我只靠三只哦，好吗？我只靠三只哦，啊，旁边都是在干嘛的？对，打酱油，有在玩 LOL 的应该就知道什么叫打酱油，是不是？林月，不是林月的靠北，月里，嘿哟。跟各位解释一下什么叫打酱油，好不好？打酱油简单来说呢，就是个猪一样的队友的行为，就是打酱油。对，我带几只像猪一样队友进来，也不能这样讲吧？就是说他就在旁边就没有事做，也不能说他一定是猪一样的队友。对，不代表猪就没事做，猪可能还会在旁边吃东西哦，好吧？好吧，而且只是没事做而已，不要说他没有用，好吧？哎、欸，他 CD 上我这样出手会不会太快了、啊？好像有一点点，好像会。嗯，马进马进，我们就快快的结束，快快的结束，好不好？就反正还有四回合哈，那我做一个这个一 combo， 好吧？一 combo， 好。嗯嗯。OK 了 ，OK 了。哦，这只是以备不时之需哈。哎呦，不能坐迟的呢哈。那个习惯性动作，心脏它停掉，哦，很妙的哦，它完全是不给我新珠哦，不给我新珠哦，好没有？这个姿态应该是没有问题。嗯，台面上珠子够多，所以百姓决定做一个一波带走的动作了哈。啊！我强化猪林老猪，哦，林老猪哈、哦，嗯，所以知道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带大叔了哈、哦？这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大叔是非常靠得住的，大叔靠你了。四颗，看平民百姓如何用四颗，四颗，来吧。如果用四颗符石，把这只做一个属于一波带走的动作。
好像台面太多太多火柱，留一点好不好？一波带走，大叔靠得住，就像我一样，好吗？好吧，家己保得袂操守是不是？我大概拢安尼吼，我大概拢家己保家己哦。这时候千万不要开下去迪亚布罗，会哭哭哦，哈，会哭哭哦，哦，哎，迄个，直拍，直拍，过去再回来哈，这是一个漂亮的，正所谓过去又回来的现象。这有没有一波带走呢？切！哦，对不起，喉咙不好。好像看白剑打都很轻松哦，其实只要战术用对了，基本上都很轻松了，好不好？可以看到，我只有开过提尔一只的技能，哦，当然都会那两只是不用说了哦，所以中间随便你放了，好不好？这样我一次就双成就了，很轻松啊。中间我真的随便乱丢的啦，对啊，好，那很顺利的今天时光应该就是到这边了，哦，这样我才可以早点休息，我的喉咙才会早点好，好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拜拜，各位晚安。各位晚安。好，我想说他们睡着了哦。因为接的太快了，就是措那个，对啊，措手不及，我们都还在谎神中就已经结束了，对啊，太简单了。哦，没有，其实单创作都还 OK 了啊。好，各位拜拜哈。各位晚安。